感觉遇到三大神哦。好，碰到这种情侣主和队友呢，我们一定要谦虚一点，说一句低调，这样可以既显得装逼又很有内涵，让他隐隐之间觉得我们比他的男朋友更神秘哦。嚯！哦、shit， 想躺赢你倒是过来帮我和打野啊。像打元哥这类秀操作的英雄，就是要贴脸跟他打，让他无操可秀。来这边闹一下，他一定会来补兵的。直接砍塔顶上，开个大，捡个 CD。退是无路可退了，我也没想着退。打元哥就是要越塔杀，从心理上击垮他，从灵魂上烙印他。看这波老弟被抓了，别慌，我来了。真正的秀场现在才开始。哎呦，怎么才两个，还不够我秀的呀？元哥，哎呦，跑得还挺快的。来 ，nice 啊，下路也来了。哼，就这啥还不够我两秒钟的。老弟，来，就这逼给我弄死他！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，我大都开了，岂能不留一个人头？哎，我操！别，也没了。就针对刚刚的两波，在操作上我承认确实是有点下饭了，但在意识上起码基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，而且这也并不能代表我真正的实力。那么接下来注意看塔下这三个人，下一秒他们将会集体出现在他们家的泉水，而我只是来跟他们告别的。哦，报告牛皮。